你来的正好，我正盘算着你会不会出现呢。这般湖中天地，即使是放进小说里，也是能让人倾羡不已的。更何况，我现在是亲临其中，亲自体验，那自然是再满意不过了。而且，在这边看书没有俗世来打搅，躲清闲正好。<笑>小点声。 你说的那些，我当然也不会落下的。只是你别说顺了嘴，让别人听去。那家父和兄长的唠叨，又要够我好受的了。